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非洲的阿福哥，今天我带大家来参观李永福故居。Let's go。Niggas in my grill trying to phase me。这位就是明珠英雄李永福，这是接待重要客人的福寿达。这里就是古昌存放粮食的地方。家有两井万亩